拖车司机遇上临检，因为有毒品前科，警方依法盘查。 男子左手拿出一个小拉链包，下一秒他做了这个动作，慢动作再看一次，警方发现包包要检查，男子却突然来个背后交换运球，右手高举将包包丢出去。再丢嘛，你再丢嘛，啊，你太夸张了吧，你再丢嘛。小包包被丢出护栏外，想消灭证据，立刻遭到警方上铐，只是嫌犯这个动作实在很眼熟。 他是 NBA 传奇球星 Kareem Jabbar， 脍炙人口的成名记就是他的大勾射，让他获得“天勾假霸”的绰号。生涯总得分38,387分 ，NBA 最高28年来还无人人及。警方最后在护栏外找到嫌犯勾射丢出的小拉链包，果真发现0.2公克的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，依毒品罪法办。只是嫌犯是不是假霸迷不得而知，但显然这招大勾射不是用在这种地方。记者郭新阳、何慧荣台北报道。